艾比是一只开心的小瓢虫，每天从早到晚，它总是快乐地和好朋友们自在玩耍。不论是烈日或强风，它都无忧无虑地到处飞翔探险。于是它的肌肤变得好脆弱，又干又痒，真不舒服。在一个出外玩耍的五月天，小瓢虫艾比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。为了避雨，他误打误撞飞进了一片梦幻纯白的燕麦田里避雨。原来这一片美丽的白色燕麦田就是艾芙美燕麦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小瓢虫艾比原本又干又皱的皮肤，在燕麦的滋润下恢复了光泽与柔软。从此以后，小瓢虫艾比每天早上一定都要飞进艾芙美燕麦田来一场滋润晨浴，让神奇燕麦开启它健康美丽的每一天。